是那么美妙，风轻轻吹乱了心跳，想留住这一秒。你走了那么远路啊，认真尝过风雨沙，温暖柔软的豌豆好不过你眼神。拜托你不要不要总这么伸手的人很多，可是你怎么在镜头里面表现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没有说要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反而会好一些。现在我就觉得还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。就会笑着